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宇宙英雄啊，瓜牛哥又来了啊！我说了，这一期我们带着我们上次激活了共鸣的这个贝利亚啊，直接加了4-5000的攻击力，非常强势啊！但是这个共鸣不是瓜牛哥最想要的共鸣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发型激活共鸣，瓜牛哥，这是一个我想要这个攻击共鸣啊，格斗冠军哇，这个是我最想要的。PK 厉害啊，瓜牛哥主打 PK， 哎，好的，我们现在也不说了，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强了啊，激活了共鸣之后，我们直接出战，我们现在直接来到第二章，啊，第一章只有六关吗，朋友？哈，只有六关，激活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前面全部都是十分，这个为什么是九分呢？我有一点没看懂啊，有一点没看懂。这还来个什么挂机模式，这什么鬼啊，我们不管它啊，不管它。哇，剩余次数角，哎，有点意外啊，这是剩余次数，我还以为我只得了十分满分，我只得了九分啊，有点难受。我们来到第二章的第一关，2-1，对手是泰兰特啊，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拍死他们啊。我们现在基础攻击10000啊，附加攻击5000，等级还这么高，是不是应该一巴掌就不敢了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欧布奥特曼，立即试完。哇，六星欧布，朋友们，那我们就让一下80级的六星欧布带我们爽翻天。80级那就更厉害了啊！这你看这帅气的欧布。哎，大家说一下这个欧布是什么形态呀？哇，一拳头一个，技能非常炫酷啊！哇，这才2-1，80级的欧布，居然这些怪物还能把我打废血！这宇宙英雄后面的副本是有多么难呐、啊，朋友们！好的，我们马上就要面见泰兰特了啊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80级欧布奥特曼能不能直接将他秒掉。OK， 首领出现，首领秒不掉啊，秒不掉。不过差不多9连击啊，9连击干掉，啊，非常帅气，胜利啊，非常 so easy 啊。这一次我们的贝利亚没看成啊，下一期再看吧。光之力，帅，照亮黑暗，打击邪恶。哇，6块钱超值购买。啊，暂时不充钱了啊，暂时不充钱了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要这里，喜欢瓜牛哥视频的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哦。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